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记者会新的成员，对，刚等那个我们的大数据专家来的时候，那个把他放到旁边远一点，麦克风旁边，不是他后面那个，是哪一位吧？对，这边有两个。现在可能要那个是一个超过。好，我们今天的大数据开讲呢，我们有两位新的生力军，一位是我们板桥的地球吴大伟，大家应该都比较认识他，对，他是网络 PTT 的，现在已经排在第几名，等一下可以自己介绍一下。十年前过期的，对，过气网红，过气网红，在还没有网红这个名词的时代的网红。对，然后另外一位是我们的不分区，哎，江慧仪，对，其实大家除了知道他是军曲歌后之外，其实他真正的身份是新创科技，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有三位那个科技的立委候选人，我们来谈一谈我们的高科技跟一些新创的行业。好，没关系，你先做，我们先介绍一下，为什么今天我们请了三位那个新创科技的立委候选人？这三位呢，非常的凑巧哦，都是1984年七年级生，七年级生刚好可以。科技的进步，那其实我最近呢，因为那个Uber Eats的事情，我的幕僚就开始教我怎么用手机开始点Uber Eats。之前呢，在四五的时候呢，因为那个 Uber， 然后幕僚也都会开始教我怎么去叫计程车。那其实这些都是这几年的新兴的行业。那对于我们这种50岁以上的老 Coco 哦，实在是学习上起来，就是觉得哎，还是打电话比较方便呢。但是呢，时代的进步有一些 IoT 物联网的一些进步，那一些新兴科技的一个进步，那但是呢，我们很多的法案，尤其是一些科技新创的法案，它没有与时俱进的跟上来。你知道我们目前国民党的立委的平均年龄是50几岁，然后呢，民进党也是大概就50几岁，那这样子的一个在立法院里头有一些很新创而且很科技的一些法案呢，它基本上大概都会跟这个社会是脱钩的。
那你知道台湾民众党，我们除了关心幼儿教育、幼儿政策、零到六岁到底国家如何帮你起养，我们关心长照议题、长照政策，但是呢，我们更关心的是我们台湾的年轻人的未来。那刚好我们今天呢，在这里坐的这三位呢，都是七年级生的台湾的新生代和台湾的未来。那由他们来讲一讲，我们目前在台湾的一些科技跟新创的行业里头，再来有很多的一些 open data， 就是开放资料跟资料开那个政府的开放权限里头，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那由他们来现身说法。我相信我们的这样子的一群七年级的一个立委候选人进到立法院以后呢，一定可以带给立法院一个很全新的一个耳目一新的一个场面哈。那我们现在今天就开始，还是先从由那个洪安开始。这个也是新科技，你看我们的那个杨博士的 notebook 放在那里，然后呢也不用接连线，他那个电脑萤幕就可以出现了，这个也是新科技的一个展现。其实很多的台湾的科技的一些设备一直在更新，但是一样有一些新兴的产业一直在出现，所以呢大概就今天有这三位非常年轻的七零年级的人来谈一下网络原生立委的一些证件。来，我们开始。好，那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媒体的朋友，那我们今天的话呢，其实我们的主题一开始想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个新的名词，叫做网络原生立委。那这个网络原生立委的这个状态呢，我们是这样想的，就是说现在目前各位可能不知道，立法院呢的国会的立委他的平均年龄是53岁。那国民两党呢，他们其实过去其实在他们的不分区名单里面，他们其实也有关心新创的立委，但是呢很可惜的是，在这一次他们所提出来的这个新创名单里面呢，其实已经几乎是绝迹了。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国民党的名单58岁，民进党的名单平均55岁。那在这部分呢，其实我们就认为说，网络原生立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整个国会里面，他扮演的是对所有在科技新创，尤其是这整件事情在台湾的经济来讲，都是未来不管是我们在美中贸易战的角色，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关键。那但是呢，在这些议题的推动上，很可惜的，我们并没有看到比如说国民两党的名单里面去对这样子的立委的人选有多做重视。所以呢，这边我们就是有刚好我跟立久、吴达伟，然后还有江慧仪，那我们三位都是就是平均年龄都是完全都是1984，就没有什么平均的。对，然后呢，同时呢，我们三位也都是所谓的理工的背景。对，那尤其像立久、吴达伟就是理工男，最近我想他也中箭。对，然后我跟慧仪刚好我们两个也没有结婚生子，他最近也中枪。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三个中枪的一起来跟大家开这个记者会。好，那这个是我们先很简单的对我们第九届的这个国会的立委呢做了一个年龄跟人数的分布的分析。那各位可以看到，其实大部分就是51到60岁的偏多，就是这个整个你可以看到这个 peak 的部分。那为什么会讲到这件事情呢？其实就跟碧如姐刚刚她自己在就是嘲笑自己第一次使用这个 Uber 跟 Uber Eats 的经验，有很多的这些就是年纪比较偏长的立委，可能他们是在40-50岁开始的时候才接触到所谓的网络，才接触到所谓的手机跟新的科技，所以对他们来讲呢，可能他们对于这一块并不是说真的是他们所重视的点，他们也可能没有对于这一块的科技未来的经济趋势有所布局。所以这个我想应该为什么我们叫网络原生，就是因为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所以我们更比这些立委他们更有这个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天赋去了解这个部分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发挥。好，那我们就接下来一个一个就是介绍一下。
那这个是，这个是最近一个就是Android 排行游戏 Google Play 第二名的一个叫做2020大总统决战倒数的手游。对，那这个手游的游戏呢，就是目前就是以现在目前我们台湾2020总统大选作为一个背景。那我跟立九就很荣幸的被选入里面当做卡牌。对，就是这个其实是一个象征，你可以用那一支麦克风。就这其实是一个象征，就是我们被选入这个卡牌，代表说其实对于不管是年轻人手游族来讲，我们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偏向能够跟网络世代沟通的一个角色。包括当然民进党也有港独女神高嘉瑜嘛，我们知道她是之前的这个 PTT 的站长，所以她对于网络世代这些年轻人的声音，她也是非常了解。那另外一个就是新竹的这个高玉婷，就是时代力量的火箭女神，因为她之前是在工研院做工程师，那在先前韩国参选人在讲火箭议题的时候，他有出来讲这个火箭相关的东西，那他也被列入了这个火箭女神，就是一张卡牌啦。也就是这个游戏认证我们是一个跟网络跟这个新创世代有高度连接的这个立委，所以我们的背景很适合放在他们的游戏里面，那跟这些游戏玩家产生一些共鸣跟连接，所以在这里面也可以证明说，其实我们对网络这一块其实就已经在我们的 DNA 在我们的协议里面，所以网络的新创在台湾该如何发展，也是我们非常注重的一块。对，但不知道为什么它只有两颗星，这个星是代表厉不厉害哦？所以像我的卡牌就还蛮强。我也是三颗星。对，而且它那个游戏里面设计其实是跟我们2020中国大学是有高度相关，比如说我的卡牌啊，就一定要科批或者郭董才能使用。对，就还蛮有趣的。那我们接下来看，像我自己的话，我可能我的经验大家都大概清楚啦。那我可能就讲几个大家可能比较不知道的状态。我其实呢，从托儿所的时候，我就用56K 的数据机拨接上网上 BBS。托儿所的时候，对，就是那时候有那个就是 BBS 刚出来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是回去就用那个56K 网站就自己上 BBS， 然后自己发文章。对，然后我的昵称叫小胡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那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玩电动，然后就破了轩辕剑一代的游戏，这样。那时候是1990年。我小时候偷玩都被我爸骂。有，还有玩《勇者斗恶龙》和《少女梦工厂》。那我只是说，哎，其实像这样子的事情呢，它是发生在我们这些网络世代，因为1995年开始是整个就是网络都兴起，像 ICQ 这种东西，那这种东西可能不是所谓我们年纪比较大或传统的立委，他们可以很快或者是有这个能力掌握。那所以我们不是说立法院、国会就是一定要走向年轻，而是说你必须要有年轻跟懂科技、懂新创的立委。那我自己的经历大家都知道了哈，所以就不太赘述了。那立雄，你自己讲一下自己。对啊，我自己是这个台大机械系，台大机械所毕业的。那之前在 PTT 就是三届的风云人物第一名，就是十年前玩 BBS 比较凶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 PTT 是目前台湾最大的社群讨论坛，那影响力应该也是目前发展最大。所以当年的这个 PTT 里面的风潮，在那时候交认识了很多朋友，包括无名小站啊，然后包括一些之前台北Link跟后来的一些新创业的这些创办人，在大家长大进到社会之后，其实我们一直都还有联络，所以我对于这些新创科技的这些负责人跟这些创办人，其实都还蛮熟，我们自己就是一个人脉圈里面的朋友啦。所以那后来自己到了。也自己也到，因为背景的关系，自己去科技业当这个笔电的设计工程师，所以对于传统的比如说电子五格这种科技业的东西也是，我自己有去过产线，我自己也在待过产线，然后在产线里面熬过夜，然后跟这些厂工说那些员工或者是他们一起吃饭啊、睡觉啊怎么样？对，那自己创业之后也是长期关注台湾的科技跟新创的这个领域，所以我们自己在我开公司的这些客户，大部分都是新创跟科技的这些产业的业者，那他们在台湾遇到问题，我们都会帮他协助他帮他解决这样子。在啊，在是我就第一次亮相，请大家多多指教。就是对，因为我本身也是理科出来，是资讯出来的，但是我的属性可能跟宏安还有跟立友比较不一样，因为我之前的经验大部分是属于资讯系统的建制跟分析专案，然后也做了很多就是台湾各个公家机关的资讯系统跟流程改造。那我觉得我可以扮演很好的角色，是在新创科技还有在现行的产业的思维当中，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连接。那希望可以提供我的经验给大家。那我很想要就做10年的专案规划，我很想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这么强调立法院里面需要有我们有原生网络思维的人去做这些事情？因为我们想要跟大家讲说，我们所谓的系统化，不是只是把纸本作业搬到 Word 或是 Excel 或者 Outlook 上面就叫系统化。那我们也想要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现在大力推动的 Big Data， 其实它不等于 Big Database， 就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有一些可以善用这些科技的人，懂这些科技的人来做这些事情。对，这个是不等于的哈。不是，对，讲一下，这是不等于的符号。我帮你把城市码，把城市码拿来用，对，跟大家解释。太顺手啊！谢谢。那你就讲一下为什么需要网行逆行。放下去。就是根据目前，这个瑞士新创论坛，他们评价台湾的新创能力在全球是排行第四，仅次于美国、德国、瑞士。我们总体竞争力甚至排行到第十二。那在这个评分，在这个评分报告里面呢，台湾的强项是第一个，我们讲的科技劳动力，就是我们这些科技创业的青年。那科技产业区包括我们的主科、内科，甚至是南港这些科技园区，还有我们的研发专利，所以就是我们之前电子五哥先后派在世界的研发是非常非常强的。但是他评价的弱项，关键出现弱项是我们的法规结构，所以我们自己很常在自嘲台湾有一流的人才、二流的行政效率、三流的法规，巴拉巴拉巴拉。为什么我们不能在未来的这个国会里面扮演一个更重要的力量，去把我们旧有的法规去做修正？那我想，在我们这三位科技应该说网络原生立委进入国会之后，我觉得可以代表的网络新创的力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台湾明明是一个科技国，行动网络的渗透率甚至是几乎到100%，那高科技业甚至占据15%，但是我们法规却相对于落后了。比如说我们跨境电商 ，Google 在2015年的时候就已经告诉全台湾、全世界说，台湾是 Google Play 市场全球排名第5。那你这个第一个想到就是，你 Google 赚了台湾人这么多钱，那你的税呢？为什么当时政府没有想到，到了拖到了今年才开始规定说，你的境外电商的这个税率你要开始开我们这营业税的发票？我相信很多如果在玩网络游戏的记者朋友，大概都会收到，如果你在手机里面开始买这些就是宝物，你就开始收到 Google 发票，大概是今年。传统的民宿之外，那 Airbnb 也成为了其实这些国际旅客的选项之一。那很明显的，在这个趋势里面，我们 Airbnb 这个议题，它在日后我们台湾要发展观光的过程，它只会显示的更重要，就是 Airbnb 目前在台湾违法的状况只会越来越严重。目前 Airbnb 在台湾有三万间房子，然后大概10000个房东。那这样子的数量，因为整个趋势，整个台湾观光的发展，这样子的数量只会越变越多。那在目前台湾 Airbnb 还是非法的情况下，政府有没有注意到这一块，也就是网络新兴产业的这一块？那网络已经改变整个产业，这是既定的事实，所以我们不可能再去走回头路说，你这个网络产业是不可以来这边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像我自己的国外朋友来台湾，他们也是住在台北市的 Airbnb， 但是非法的。是其实对于国外的这些朋友或国外的这些自由行旅客来讲，这些 Airbnb 像 Uber 或者 Waze 的，对他们来说已经是生活化的一部分。那为什么台湾在这一块并没有一个相关的法律或相关法规的规范去研究这一块，去规定我们的这些民宿业者应该怎么做呢？那为什么不会需要这些我们讲的相对于文青总统，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网青立委？因为我们立委的平均年龄大概53岁，大概都是4-5年级生，所以在台湾网络普及的时候大概是2000年前后，那行动上网普及大概是2010年之后。那现在立委因为他们的习惯关系，他们比较难去熟悉这些网络的应用。你甚至叫他，你甚至随便问一个现任立委，你亲自下过脸书的广告吗？他可能会发脸书发文，但是他可能没有下过脸书的广告，他可能没有叫过 Uber， 他可能没有真的去国外住过 Airbnb， 没有用过 Booking.com。 那现在的立委很难了解这些网络生态是怎么样运作的。所以整个世界因为科技跟网络在改变，台湾又是一个我们自诩为科技岛，我们自诩为一个创意创新的岛。那我们的产业跟经济也随之在改变，但是我们的国会却没有跟上这样的潮流。所以我们国会需要有一些懂得网络科技的立委，就是我们的网青立委、网络原生立委，去进到国会，然后发挥这样子的声音。
那网络立委我们的这个政策方向大概就是参考国外循环经济的立法，就是一个新兴产业出来，我们不要立刻说，哎，你没有在我原本的规范里面，所以你就是非法。我举一个例子，英国一开始说它不是计程车，也不是这个出租车，那它是什么东西？我们一起来讨论。但是政府的态度，因为可能因为选票关系，因为怎么样的种种因素，就第一时间是直接禁止说，哎 ，Uber 就是非法，没有任何一个讨论的空间。那像 Airbnb 的情况也是，台湾目前的规定就是，你只有旅宿业者或者是民宿业者，没有这两个业种之外的这个方式，因为经营 Airbnb 大概都是一间房子，那可能出租期短于30天，但是台湾没有这样的规范去规定这样子的形态的经济模式应该用怎么样的特殊方式来管理。那像之前十月发生的 Uber Eats 的现象，雇佣制跟这个我觉得是雇佣制的问题，是你这样子的劳工应该怎么定义？他是随时接单吗？他有一个接单责任，还是他可以随时放弃这样的接单？就是我们没有定义，我们没有一个新的定义说，这样子的新的产业形态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就直接帮他，我用罚款来代替，说你就是非法，你没有保障，那我就罚你，那一时罚款一时爽，那整个产业就是一起赔账。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方式不是一个正常辅导新创产业的方向，所以我觉得我们日后的方向可能就是，哎，我们接受这样的产业，但是我们一起来想应该要怎么把这个饼做到，这个市场做到，让台湾的科技产业，让台湾的新创产业可以正常的发展。那我接着刚刚立九讲讲的内容，那其实现在在共享经济在全球的部分已经，我觉得已经是个趋势，也没有办法避免。因为我们看到说，在2025年，其实就有预估说，它会大幅的飙升到3000多亿的美金以上。那其实台湾现在其实也有各方面都有共享经济的部分，包含我们大家食衣住行各相关其实都有。那为什么刚刚立九一直在强调说，就是我们其实并不是说要一定要怎么样，或是我们讲的一定是对的，而是希望立院有一个多的声音，可以让大家知道我们可以怎么样全盘考量，让我们的民众是可以安全的，他们是有所依归的，然后想要新创的伙伴们，他们是有机会可以实行的。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讨论共享经济以及黄金立委存在最主要的目的。好，那那其实全球共享经济，如果我们打开来看的话，其实它分成几个类型。那包含像比如说出行，也就是我们的 Uber 啊、Taxi 这一类的。那比如说像是共享的资源，或者共享餐饮、外送、共享医疗这些。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全球的这个共享经济都当作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的时候，那在台湾我们到底目前走到了什么样的阶段？所以呢，如果说以这个像外送来讲，我们拿这个外送平台来说的话，那外送平台的话，目前呢，其实在全球来讲的话，外送平台的成长是非常的，就是稳定的在一直往上走。那尤其外送平台它本身又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其实是基于我们的这些共享出行，就是说像 Uber 成功了，已经开始这个整个的一个市占率很高了，那这时候外送平台叠加在这个 Uber 上面的时候，它的一个成长速度是更快。那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像中国大陆的美团外卖。美团外卖呢，它其实现在目前一年是供应40亿的餐，就是40亿份餐点给所有这些中国的就是使用者。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中国大陆如果它以5亿个家庭来算，好，那你一个月如果叫10次的话，其实它本身是有一年大概600亿次这样子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那同时呢，目前美团这个厂商，它其实已经有了680万个供应商餐厅的这样子一条供应链。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在假设以外送来讲，全球的趋势它走得非常的快速，因为共享经济虽然在从前面到现在其实已经花了一段时间，可是呢，外送平台它的这个曲线，它成长的斜率我们看到是相当快的。那如果以这样的状况来讲，我们台湾到底该怎么做？所以这是我们从网络上面的这个大概可能有从9月25号到12月12号的这些文章里面我们去探讨。那包含像我们可能讨论外送平台跟讨论出行的部分，可能是目前台湾在共享经济里直接讲到共享经济会关联到的两种不同的产业。那尤其是以外送的部分又占了46%的讨论量。那其他的像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比较少的像共享衣服，就是你可能衣服也是用租的，然后你可以去跟别人家的衣柜，就是你的衣柜这样的概念去做一个衣服的 sharing。那所以像这一类型的话，都是目前台湾很重要的共享经济的类型。
那我们来看一下外送平台的部分。其实在最近从9月25号到12月12号来讲，其实外送平台在我们整个网络上面的讨论声量相当于就是从外送员的月入10万这个10月1号的新闻，以及我们在就是10月10号到12号两起车祸，然后造成说我们开始有Uber Eats跟Foodpanda的老茧，那在这两个部分开始产生了很多的一些讨论的声量。那当然也开始会看到许多的一些关键的意见领袖，他们对于这个外送平台目前就如同刚刚达伟讲的，很多的这些政府的法案或者是规定呢都相去保守。那他保守的原因当然可能有，就是他不希望说太贸然的去制定法令而造成某些就是可能法令制定的不完善的问题，但是他相对的也扼杀了许多在创新产业或者是平台造成产业转型上的一个竞争力。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像这些事情呢，它的发生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政府并没有提前去预知到全球有这样的趋势已经不可挡，所以我们必须要从立法的单位来先一步的去把这些不管是在劳动关系的检视或者是在平台业者的管理上面先把法令制定好，而变成说好像每一次事件出来的时候都变成是用诉讼的方式去做解决，那这并不是一个治本的方式。好，那热门的议题来看的话呢，其实民众很有趣哦，民众关心的部分其实大多数是在车祸，然后呢第二个很少的部分 10% 是在关心那个收入，就说哇怎么会有10万块的收入这么高，但是呢其实关于真正的劳动条件其实他讨论的声音是相对少。好，所以在这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民众其实他的接收到的讯息他其实是需要比较简单的，所以像车祸或者是收入这种事情是一般民众他可以很直觉的联想到跟他本身是有关联的。但是我们要想到的是说，不管是收入或者车祸，其实它背后所源头的部分还是属于劳动的条件。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热门的在论坛跟脸书方面呢比较热门的议题。那在论坛的部分，第一名是赖香伶的脸书上面，他所提到的就是在这个劳动方面，外送平台的一些劳动关系，他觉得应该要加上这个自治条例的这个部分。那目前是获得最多的留言数。那我们在脸书的部分，刚好也是在这个赖香伶局长的这一个外送平台管理自治条例通过，也是获得了最多的一个留言数这样。那如果以就是意见领袖来讲的话，刚好就是柯文哲主席跟赖局长其实都是获得了就是前两名的这个在外送平台发起的这个讨论里面的声量。那第三名的部分是朱立伦市长，那他提到的是说可能是关于外送服务他提出一些问题，就是包含说假承揽真雇用的这个问题，那他是说呼吁说能够把这些挑战能够去做一些厘清。那第四名的话呢是林佳龙，他就讲到说，其实有一些劳动跟职安的部分也是提到要厘清。那我想这些都是属于就是意见领袖在看到这样的事件之后他们所做出来的一些回应。那如果以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在所有意见领袖都是第一名的这个赖香伶赖局长，他所谈到的这个外送自治的管理条例的话，那你可以看到他社群上面来讲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偏向新闻多过于社群的讨论。那这样的意思代表说，其实他的新闻的这个报道出来的比率是高的，可是民众的讨论量可能相对没有新闻讨论的这么多。好，但是他可以看到是声量的部分其实是蛮好的，包含说有一些网友就会说，这个是就是很有价值才会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可能像这样子的一个条例出来，他必定还是就像我刚刚讲，政府很保守是因为不喜欢一些，就是你毕竟你定条例出来，它会需要一个时间慢慢的去跟所有业者去沟通，跟这个所有整个产业的供应链去了解处理。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目前看起来民众对于这个第一个外送平台业者的管理自治条例，它的那个就是正面的评价还是挺好的。那以政党来分析的话呢，大部分其实是在声量的部分，民进党还是一个最大的声量，就是说讲到这个外送平台的事情。那原因可能是因为其实目前是民进党是执政党嘛，所以当我们今天发生了这种比较大型的公共关系的议题的时候，其实负面的声量往往是会往民进党这边去冲。那另外一个是好感度的部分是民众党最高，那原因可能就是因为就是赖局长他推动了这个外送平台管理的自治条例，那在这个部分的话应该是全台湾第一个就是为这个外送平台拟定一个相关的政策，所以他在好感度的部分就相对的获得了就是民众的好评。
好，那最后就是我们其实看到的，就是有包含说我们其实从外送平台就可以看到，当我们今天政府没有去作为或者作为过于保守的时候，第一个，我们扼杀掉我们在新创上在国际的一些研发的竞争力；第二个，我们可能会因为来不及制定法令而造成很多遗憾会发生，那这个遗憾有可能会来自于平台的管理业者，有可能来自于劳工，那甚至有可能是民众。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其实在这里就是今天至少我们就是说广清立委这样的角色，国民两党如果都没有去重视这一块，如果说在不分区的名单里面国民两党都把新创跟科技跟青年消失了，那我们民众党就来补这个席次。那我们提出来的就是包含从业者的部分，新形态的服务平台它必须满足基本的三个要求，那政府应该提供一个新创友善的环境，并且辅导他们达成纳保纳税跟我们的纳管。那如果说对于劳工来讲的话，这整个新的产业链跟供应链，我们应该要让劳工他有基本的一个雇佣关系上的保障。所以呢，包含说劳动的管理条例、外送平台的知识管理条例只是第一步，其他所有在共享经济所创造出来的，有些人可能是远距工作，他可能在家里拿了一个平板他就在工作，那各种各样因为新的经济新的科技而造成的劳工关系，我们应该要把这些条例都能够重新的去审定，来让这些劳工能够拥有最好的保障。那第三个，对于民众来讲，就是之前像 Uber Eats 就有被发现，他那个 Uber Eats 后面的那个外送箱里面的那个菌数，就是细菌数过多。那我其实你知道，我看完那个新闻之后我都有点不太敢定，好好对，所以对于民众来讲，他在使用一个新形态服务过程当中，他会有很多的安全需要被保障。那以 Uber 来讲的话，就是像比如说 Uber 我们在乘坐时候的一些安全的问题，像 Uber Eats 他在运送过程或者是上游的这个餐厅，他这个餐厅因为 Uber Eats 的关系，其实餐厅有时候不见得需要开很大家，你搞不好都不需要店面你就可以营业了。那像这一类型的话，政府应该也是要去审定说如何在保障民众使用共享经济平台服务下，他能够获得一定的安全保障。所以我们在这个网信立委新创连线的部分，我们就是希望说从三个角度的面向，然后提供这些新创的业者或者是平台的业者，然后能够来跟我们去做很多的一些沟通与协商。我觉得政府不应该因为害怕一些法律的订定会造成很多负面的声音，我觉得该做的事情就需要去做，全球的趋势都是这样，不可避免。那如果说我们因为就是某些关键的保守的声音，然后我们就停滞不前的话，其实对台湾的经济是并没有任何帮助的。这样，那达伟，你要再结论？其实我自己因为我的产业，我自己创业的关系，蛮多认识新创的朋友，那他们就一直跟我讲说，哎，怎么办？那国民党的这个徐远没有要连任立委啊，民进党的余婉如也没有连任立委，那我们以后新创有问题要找谁？哦，还好有你，就是哦，还好有你这个，但是你是区域立委啊，就是说还好有一个至少懂这个新创产业在想什么的人，想什么的 DNA， 那进到这个国会里面，不然他们以后发生问题都不知道找谁开记者会，因为找这个立委开记者会还要先跟他解释我们这个产业是什么东西。可能跟助理解释两个小时，他说我听懂之后，可能做出的结论可能也不是这些新创业者要的。那好在我们民众党就补足了这些新创立委跟这个新创产业的声音啊，不分区里有高宏安，那区有我，那还有其他相当于，因为我们民众党来讲是一个比较年轻的立委的组成，所以对于这些科技来讲都在我们的协议里面，所以对于这些使用来说，我们是非常得心应手的。那也希望。民众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进到立法院去发挥这些新创跟科技的声音，让台湾的这些青年能够在正常的法规之下，那正常的茁壮成长，那去国际上去打一个国际战，这样，而不是我们看到就是哎，今天啊，我们哪一个产业做得很好，然后结果是被国外的投资，被国外的人投资，被国外的收买。我们是希望将来我们台湾的新创是可以走出国际，我们可以去打一个国际战。谢谢大家。那接下来有没有媒体朋友要提问的？对，都可以问。都不用问。都可以问。都可以问。
可以问可以可以可以问一下那个宏安跟立久，因为你们一个是数据，一个是网络嘛，从你们的角度来分析，因为一个是刚好林博水最近在说柯文哲的网络铁粉，或者说现实铁粉掉了很多，包括韩国瑜。那第二是像有王宏文他分析说柯文哲的 IG 是往下掉，相较蔡英文来讲，所以从网络或从数据的分析来说，你们怎么看？去救柯主席，或者是说民众党的网络声量继续往上提，对你们来说，你们觉得可以怎么做？我觉得其实这是受到整个大选氛围的关系，因为毕竟柯市长他没有参选总统嘛，所以我觉得他对这一块的论述上面，因为他没办法去适时的发表跟国政相关的一些意见，所以在网络的声量上面，当然会被现任的这两个参选的，包括蔡英文总统跟韩国瑜市长。可以追过，那他的这个 IG 的人数影响跟脸书的人数影响，我觉得是暂时的。那总统就是套他讲的，就是再怎么样一个月就过去，这个一个月过完之后，其实大家都恢复正常的生活了。可是现在就是担心说，这段时间内26天的倒数，看有没有办法把那个网络增量？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因为他自己没有要，就是他也没有参选总统，所以我觉得他的声量，他自己也认为就是短期。不会因为短期的这个声量下滑而去改变说，哎，我还是以专注市政为主，因为他还是台北市市长。那他能够在假日的时候为我们这些区域的服务，各部分区域的服务，我觉得都是一个蛮辛苦的工作。那当然就会有造成一些大家的舆论的一些讨论。那我觉得都是暂时的，我认为大概过了一月的十一号之后，其实就会恢复正常。像他最近刚好有针对陈菊菊在的议题来做一些攻击，那你觉得这样有没有有助于就是民众党的一些网络声量的提升？我觉得对，当然对于新闻点一定是有，因为他至少他毕竟是以民众党来讲，他就是我们最大的声量来源。那他这样子最近也感谢他为我们民众党创造这些声量。我觉得不管是好是坏，有声量在选举的过程中都是。对于民众来讲，都是一个蛮好的曝光。那以你下来看，他现在在网络上的讨论度还是什么？现在他以数据的热度当然是韩国瑜第一的，那他跟蔡英文跟郭台铭大概都是伯仲之间。以网络的声量来看，是吧？我可以直接，你有数据吗？因为我每天都在搞数据，没有数据是吗？这才是今天第一天办案，我还没有学会怎么去投影，因为我从每次出去那个，你要我投，可以给你投啊，你帮我投啊，有图最好用，对啊，我先去，就这个啊，这个就真的是，你跟纽科这样子要怎么投？等一下，我先跟他连线一下。新创连线，看你丢给我，我丢给你，好，我丢给你。等一下，好，就连线。哦，好厉害！不要偷看到那个。对啊，看其他的。我骂你在讲别人坏话。然后往下。你看这个就真的是没有 C 口，可是这样好小、啊。可以啊，变大了。来，往上，这个，像这个就挺简的啦。就是我们每天其实都会针对，就是黄色是柯文哲，我你来找他的侧风嘛。哦，不好意思。就是我们每一天其实都会对所有的这些政治人物的网络声量，那当然还包含地位的部分，其实我每天都会去做这些大数据的监控啦。那像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每天。就是发布量的部分，那你可以看到，就是韩国瑜真的就是下滑，然后郭台铭就一直长这样。他在美国嘛，对不对？请原谅他去美国没什么声量。那这一条黄色的线是柯文哲，然后刚好就是我今天早上看他跟那个蔡英文有稍微黄金交叉啦，所以刚刚讲的命题说，我把柯文哲的脸遮住了。不要把它叫出来。对，就是柯文哲是黄色这条线，然后蔡英文是绿色的这条线，这样。对，那我自己是觉得说，其实柯文哲目前的声量，其实因为最近也有一些比较积极的对外发言，然后有很多的回应，也是感谢媒体朋友们，都是各方的回应都会跑去问他这样。对，就是感觉他现在也跟宋，对，我自己又没有宋，
糟糕啊。就是你看宋的回应也会去问他，然后蔡也会啊，然后韩国也会请他酸一下，那郭柯又是最近很红的，就是他们两个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部分确实柯文哲可以，因为就是这些所有媒体的就是来回的问问题啊，声量他其实是会往上走的，没有错。那我觉得刚讲那个铁粉的部分啊，其实我们那时候观察到最大一波的这个铁粉掉下来，其实是在主民众党的时候。那主民众党的时候，我相信他本身是因为跟当初喜欢柯文哲，或者是他们可能有一部分是觉得他一直崇尚的这种就是不要阻挡的这件事情，所以那个时候确实那件事情是有往下掉的。可是在后来，其实你说最近的这几波，我觉得他的那个幅度其实我们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范围。那我觉得当然你说我们未来民众党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在后面的这个一个月的26天的时间里面，那因为总统大选的候选人他会有所谓的辩论，好，他会有很多议题的交锋。可是因为民众党没有推出总统候选人，所以在这方面相当于就是说偏向会比较辛苦一点。那我们就是要透过更多的努力，包含像我们做全台大众走，包含我们可能就是像我们每个礼拜会有3次到4次的政策说明会，那甚至说像这一次我们开始会去积极参与部分区的辩论会，这些都是我们未来就是在26天内我们尽量努力我们能够做的。那没有总统候选人是我们一个目前既定上比较弱势的部分，我们就要用更多的努力去把它补平，这样。对，所以刚好你问到，这是我每天都会看的东西啊。对，你还有什么可以说吗？机密还是也没有什么机密，对啊，没有送出一个机密吧。明天开始吧。太尴尬。那媒体朋友还有其他问题吗？